等你快買行先啦，嗰條啦。嗯一开波就扯上去纯阳风啊，590啊，扯足600米啊！王呢？童子观音。池山寺一起步就是这样扯，扯足590上去纯阳峰啊，几斤啊呢镬？哇！依家300几，依度都系200几啊！呢度点止200啊？依度，依度起码300啦，依度。依度有300？梗系有啦。个顶几多？8000顶？5590咯。啊？590咯，590啊，我呢度起码306、305左右啦，系嘛？305到啊，呢度仲有呢度啊，呢个位置啊，系咯，306个标，三百六，如果标准嘅就306。我估计都好准喎，系啦吓，即系仲有200咯，起步话589嘛，令佢话点分账先？你都冇特别嘢，掹个相机出嚟影下咯。咁啊，既然打得咁辛苦，冇理由啊，嘥咗噶嘛。你掹啦。等下先，等我影一张先。哇！扯到只狗咁啊！扯到只狗咁都未到啊！唉，泥烂咁啊！准备的朋友，天天开斋，大爷马兰，终于上到纯阳峰啊！麻雀堂啊，麻雀堂啊，一路向麻雀堂进发。嗰边又去学斗嘅，嗰边我哋又去麻雀堂。出发去洞子丁角路，哇！成个山谷啊，右手边靓靓啲，未有人工开发嘅嘢噶嘛，系咪啊？系啊，黄岭下山途中啊，黄岭下山途中啊，雪雪声啊，
黄岭下山途中啊，黄岭顶峰啊，望遠鏡咁嚟睇啊！係啊，睇下佢哋啲辛苦表情啊，好開心噶睇完。回望黃嶺，黃嶺峰山。大妹，你做乜停喺度啊？黃嶺之巔仲有人啊！下先飲水。